看看新闻网。怀孕扯上关系的还有王祖蓝的女友李亚男。其实从去年开始，王祖蓝就多次被曝要和女友李亚男结婚，最近更是有香港媒体拍到了李亚男小腹微凸、疑似怀孕的照片，因此王祖蓝的头上就自然而然地被扣上了四个大字，那就是奉子成婚。第一次就话我六月结婚，好啦，而家六月唔结婚啦，佢上佢咁而家咪撞我咪撞九月咯，咪会讲下噶啦，但系今年一定唔会咯，因为我工作个日程已经排到下年年中，咁所以真系要谂清楚先。好啦好啦，既然王祖蓝都否认了，大家也就不要瞎猜了。只是这小肚子摆在那里，李亚男同学，你可要注意减肥喽。新闻在线综合报道。